常白天就是飞行，那飞行算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工作。那大家白天在上班的时候，自然神经都会绷得比较紧。那晚上只要有时间，都会听听音乐，或者是试着去创作一些，去想一些新的元素，其实对我的工作来说是有非常纾解压力的效果。团队里面的不管是空勤的力量还是地勤，就是在走到军旅生涯的这个路上，在最一开始的那个。